咁啊，繼續 Our TV 嘅直播時間，歡迎各位嚟到公民廣場，亦歡迎網上收睇嘅朋友。咁啊，大家睇節目表咧都知啊，專訪張秀賢，我唔知點解咁捱專訪嘅啫。我諗住過嚟做爆竹一周噶嘛，爆咩啫？你要爆竹一周今日梗係講呢個風扇卡事件啦，係嘛？喂，話講真唔夠靚仔咯，個張靚仔啲啊，大把人靚仔，咪係就係喺個 Facebook 啦。喂，就係喺個 Facebook， 我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入邊數埋十幾張喎，我度我自己都收埋啲嘅，即係如果有啲咩需要，大家可以問我，即係。成招各位嘅靚相，光芒之風波學文思潮出一輯閃卡，我哋即係將來可能義賣籌款，或者喺年宵中嘅攤位專賣閃卡，咁都得啊？喂，學文冇嘢搞㗎啦，仲要賣閃卡嚟籌款，咁即係邊度不公義喺邊度嘛？所以呢句好悍，但係呢句真㗎嘛？咁啊又係真喎，大佬而家香港立立亂。咁你梁振英上台即係辣慶幾多人啊？即係連一啲 DJ 啊，啲電台 DJ 與世無爭嘅 DJ 嚟，乜誰啊、顏寶啊、楊繼追嗰啲啊，都被逼過嚟佔領政總，跟住而家又話咩唔起個體育城？體育界係咯，連體育界不嬲最聽話嗰個界別都俾佢辣慶埋出嚟上街，問你死未嗱？好啦。一個我，一個70年代嘅中坑，同你呢個90年代嘅後生，喂，撞埋一齊咩事先？真係唔知咩事喎，真係。嗱，是咁的，即係咧，我諗好多人對張秀賢嘅印象都係靚仔啦，咩啊？好 and 好 smart 噶啦，學文思潮發言人啦，7月29日啊，學文思潮呢個反國教遊行啊，司令台度帶住副黑超嗰張幾靚仔，嗰張同佢出閃卡好，帶咗黑超先靚仔啊！唔戴黑超樣衰噶啦！喂嗱，講開因為我呢個中坑同佢呢個後生，點解會撈得埋一齊？其實，喂，我個印象係都係近年學文思潮，即係我一個參與者啦，你一個領導者啦。我唔係領導者，我打雜嚟噶嘛，我打雜噶嘛。咁都得啊？喂，但係即係我印象係咁喎，你嘅印象係點啊？咁一定係尖馬之星㗎啦，係啊，即係我同你嘅可能第一次相遇，即係未必大家未必識大家，但係一定係尖馬之星啦。你有出過嚟咩？有啊。幾時喂？都可以出嚟講嘢。好似2010年嗰陣，2010年我有幫過你做義工，幫人揾人填位，拋人填位喺感化中心嗰陣。你阿 Sir。哦，咁我記得啦，嗰次係你阿 Sir， 即係呢個咧，阿譚海邦係嘛？係啊，原來你係俾佢教壞嘅，一早係佢嘅棋子嚟㗎嘛？哦，即係今日暴露曬啲真相啦，係咪？即係嗱，其實咧，即係我好衰嘅，即係有朵叫做一個中坑咧，自不然咧，好正常咧，啲記憶力咧啊就衰退啊，認人力嘅衰退嘅。但係咧，張秀賢咧，阿 Tommy 仔咧，俾我一個印象咧，係咩咧？一個醒目，一個高大威猛嗱，高又高過我。型又型過我，型咩啊？型過我啦。咁咧，俾我一個感覺係一個好 energetic 啊，好有能力、好有力量嘅一個年青人。咁啊，尤其喺學文思潮嗰段，即係反國教，今年我諗都講緊係近呢下半年到啦，係咪？近差唔多，即係近幾個月先。近呢幾個月啦。近幾個月啦。哇！一衝出嚟講句説話，無論站台亦好，
啊，上到去阿森哥揾你做封煙好，甚至乎上到去 now 時事全方位俾我俾一個比我大隻 1.5 倍的黃偉麟壓住都好，哇！完全冇怯場。偉麟好人嚟嘅，裏邊係裏邊一個人。Maxon 應該都係應該係一個好人嚟嘅，即係時事全方位有一啲叫做唔係冇咁好人啊嘛。啊，嗰啲唔好講啦，嗰啲就嚇嗰、啊那個乜乜乜志強嗰啲啊，食品噶嘛，咩咩係啦，咁啊即係。啊、去過咁多地方嗱，好啦，讀書，喂，有一樣嘢我諗好多人都會好想去問，反國教又咁啱撞正你考 DSE， 你有佢啦，順德就話有佢啦。唔講你粒五星星先，你點樣樣去應付啊嗰段時間？就係、是、我啲住屯門嘅，都住曬啦。係啊，都知道九龍翻屯門係幾遠㗎啦。係啊，即係仲要係九龍翻屯門等於半程香港去台北嘅機，即係嘅飛機。飛機即係差唔多大一個鐘先翻到，即係搭錯車又會兩個鐘，即係咁計多時間㗎啦。特登因為咁買一部平板電腦咧嚟做 pass paper 嚇，係啊咁。即係車上面温書就冇啦。哇！但係你嗱，你朝早又翻學，放咗學又要出嚟開會或者搞行動，跟住就咁樣樣，喂唔使瞓啊你。就我真係，所以咪而家瞓，而家咪捱到嘢咯。但係嗰陣冇瞓到，而家捱到嘢嘛。嗱，有一樣嘢好慘㗎，即係呢個義薄雲天七日晴咧。呢幾日你好似病咗喎，義薄雲天七日晴，我頭幾日病咗，係啊，謝曬啦，幾日輕咗20多磅啊！哇，喂，俾條良方我，我真係想減。介紹你去嗰間餐廳啦，唔知係咪嗰間啊？咁啊，呢招就問問地啦，真係啊呢啲，哇你啊，即係你又爆埋出嚟，我同你嘅街坊。咁即係而家你想爆埋七月二號單嘢出嚟，我係望下黑手啦。七月二號啊？喂，嗰單擺明係意外嚟嘅喎，嗰單。咁都有意外？七月二號咩事啊？台下問。七月二號啊？你記唔記得梁振英上台第二日，即係佢要落區啊嘛？佢落區啊？佢落區落咗落我樓下喎。咁梗係踩佢場啦。但係點知即係阿 Jackie 喺度嘅。跟住你知㗎啦，那個主持係邊個啊？那個主持係劉皇叔，劉皇叔啊嘛，即係劉皇叔，劉皇叔佢做主持，唔同我哋呢啲精靈到可以周圍睇㗎嘛，即係劉皇發嘅視野咧，淨係可能局限於咧嗰啲嘅區議員，即係麥美娟啊，嗰堆，即係麥美娟啊、陳文新啊、嗰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嘅區議員，即係。嗰啲真係點樣呢？即係佢哋嗌嗰啲人講嘢，保我哋粉黃。即係一班後生嘅講唔到嘢，係都會專揀一啲區議員嚟問嘢。我已經遮㗎啦，我哋坐曬周圍四邊㗎啦。但係佢都捱唔過嚟。你唔好話劉皇叔啲眼唔好啊，眼唔好點樣去撩啊啲麥美娟啊，撩啲咩鄉事派出嚟啫，冇你份啫。啊！唉，不過即係你知㗎啦，可能我哋唔夠靚仔，或者唔夠靚女，冇麥美娟咁靚女，或者冇陳文新咁靚仔，咁咪捱過仔咯。唉，真係搞七月二號，你話你啊，搞到啊特首要走後門之餘，佢腰斬唔關我事㗎喎，佢腰斬係因為乜涼粉喎？喂！竟然唔關你同我事，梗唔關事啦！喂，報紙係咁寫喎，我話你哋搞事喎，明明即係你知啦，涼粉嘅特性係咩啊？涼粉嘅特性，見到梁振英俾人包圍，第一句嘢唔係嗌你一班暴民，係嗌喂保護特首，保護特首，咁成堆涼粉咪衝咗出去咯。即係佢當一班涼粉係示威者嘅。喂，保護特首咧呢句説話，其實當晚我都聽到，成日都聽到㗎啦。喂，突然之間會嚟諗喎，而今年係2012年啊，嗬？
喂，其實係咪時光倒流翻150年前清朝咧，保護皇上咧？前幾日都聽到梁振英萬歲啦，梁振英萬歲啊嘛！星期日晏晝喺撐國教又係一邊，唔知點解我突然間即係電視聽到幾句話，梁振英萬歲，我愛林鄭。呢啲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啦，真係我真係以為我翻去滿清時期啊！我喂，咁係咪應該要拉嗰班人去淨身先咧？嗰班自己咁樣做已經淨咗自己半個身啦，仲使淨嘅咩？係咁啊，算啦。嗱，講翻少正經少少啦。嗱，好多時而家啲朋友對你嘅印象就都仲係學文思潮啦，又或者我就。都仲係芝麻之星啦。其實如果喺即係而家香港立立亂啦，其實除咗呢一啲嘢之外，過去嚟講，你點樣即係有冇參與啲其他啲社會議題啊？諸如此類。嗱，我最初未入學文思潮，我喺環保觸覺嘅，即係環保觸覺主力咧就係搞屏風樓同發水樓嘅。即係發水樓咧，點解搞到咁樣咧？即係點解一手樓規管咧？就係我嗰陣咧做 research， 即係日日去圖書館，差唔多即係個個星期日都會去中央圖書館揾佢資料，跟住逐個 data 掹低。例如我最記得㗎，發水最勁咧就係深井嗰幾棟碧堤花園、碧堤半島。碧堤半島咧嘅發水嘅面積咧係超過1倍嘅，我細弱都係得56%嘅啫。呢一啲嘅數據我記得嘅，即係全香港最發水嗰棟啦。所以即係一手樓點解即係立到法某程度咧，都係因為我可能我哋成功爭取嘅啫。哇！你都好巴閉喎。打議題打得多咧，慢慢就會有咁嘅經驗啦。仲要早啲識你咪好，我哋唔使打得咁辛苦咯。打贏咗啦，都差唔多啦。我係捱4年先打贏一個議題，你睇下你哋學文思潮快靚正，年齡搞掂。屏風樓打咗2年㗎，發水樓打咗2年㗎。係啊，打咗2年。2年喎，我哋打4年有多喎，哥。咁你個議題話難搞啲啊嘛，咁啊係咯，就要你啲咁嘅狀元高材生嚟，我哋咪唔使咁辛苦。佢唔騷我啊嘛，真係啊！你話我唔騷你？民建聯咁樣唔騷我啊嘛。喂，即係一路都係好集中喺環保，做啲環保啊、屏風樓嗰啲嘅喎。我之前係咧，而家轉咗反國教咧，而家 DBC 又要關我事咧。DBC 係啊，乜嘢議題都關我事嘅真係。冇辦法啦，你紅啊嘛，爭在未同你出閃卡啫。未有啦，未有閃卡嘅我呢啲出唔到嘅，永世都冇人買我呢啲。都唔係嘅，即係嗱咁啊，到而家學反國教。我都會覺得算是一個勝利啦，起碼一樣嘢而家唔敢明搞，只能要暗搞。你點去衡量翻呢年齡到或者呢幾個月到你自己嘅付出？咁即係付出一定有㗎啦，即係但係係咪要？咁衡量啦，我就唔係好衡量啲付出嘅，即係你自己覺得你有咩感受啊？我覺得係即係一班人一齊搞一個行動咧，其實真係好唔簡單嘅，特別幾個月就即係呢一場係一場絕望嘅仗，打到係一場即係差唔多完全勝利嘅仗啦。即係就算冇100%，都有90%啦。即係其實個感受好深嘅，因為我係低谷咧，喺學文思潮低谷加入嘅。咁啊唔知點解咧，即係頭嗰幾個月都冇人騷嘅。你想象到一個記者會得4個記者嚟啊！一開頭學文思潮，即係當初嘅學文思潮係陳偉霆嚟噶嘛？你識唔識啊？你話學文思潮陳偉霆尖馬之星仲更加陳偉霆啊，大佬喂，你都 OK 啦，即係我哋嗰陣仲衰過你喎，你哋起碼應該記者會應該多過4個記者啊！我哋試過咧係有開記者會咧，嚟咗5個記者，咁咪多我哋一個咯。但唔好意思啊，出稿咧出得3篇出，唔係我哋出咗1篇啫。出咗3篇，仲要咧係蘋果、李八方嗰啲啫，陰公。我哋都係啦，嗰陣4個記者得1個 post 喎。嗱，唔好鬥我，你一定唔夠我鬥。我數過，尖馬
由2007年開始，或者我計係計2009年叫做正式成立。你數你估下，我唔計八月九，我唔計今年八月九嘅話，你估下報紙出過幾多篇報導，包括硬性嘅，所謂叫 hardcore reporting， 同一啲所謂叫做軟性嘅專題報導。一百啊，有冇啊？唔知啊，一百我哋就唔使咁新啦。四年加埋一百喎。四年加埋30篇唔夠。行啦，咁就真係算啦，都過咗去啦。咁你都贏咗，咁幾曬贏咗場仗啦。即係即係有啲係起碼就話，喂，你真係叫快靚正啊！個天賦我哋啫，唉，真係謙啲好嘅。嗱，你啊，即係而家好啦，嚟到 DBC， 嗰條山 track， 你幕後黑手嚟喎。DBC 邊條山 track 啊？啊，呢個維基解密嗰條山 track， 維基解密係咪你撳掣嘅嗰晚？嗰晚冇啊，唔係你撳掣嘅。我見你喺度篤電，我喺度係用我呢部機㗎，呢部機係證物嚟㗎。即係陰公啊，黃楚標要告大班就要啊，要攞啲沒收你部電腦做呈堂證供。我喺度播㗎嘛，即係要拉就拉我，真係而家撳掣嗰度我。有關大班事㗎，嗰條片係我畫播㗎，嗰條片係我部電腦唔知點解攞咗條線入播㗎。跟住唔知點解大家聽到嘅咋，第日蘋果唔知點解報埋嘅咋。你真係你死啦你！喂，真係唔關我事㗎，真係。DBC 點睇先？即係我有少少悲觀嘅，因為即係你知場仗都幾難打嘅，即係 DBC， 即係大家都就算真係瞭解件事咧，傳媒有邊間要報啊？有。東方啊嘛，有東方係拉到參真啊嘛，唔知點解有無線咧100人出席，加埋零頭100人，再唔係呢個唔知咩二進制係嘛咯？我諗我同蘋果啊，即係或者同 TVB 有啲真係角度嘅問題，即係 ATV 焦點同我哋都好大嘅差距啦，所以。正常嘅，即係我覺得主流電視台咧係一啲唔貼近民情嘅，即係唔係點解會出到啲爆竹一周啊、ATV 焦點啊、咩啊、把酒當歌嗰啲節目啦、啊。嗱，我又講樣懶係正經嘅嘢，講到呢個 CCTVB， 你知唔知咧？好黑㗎 ，CCTVB 咧，我唔計嚇。即係八號風球咧，就係拉 banner 搞到鏡頭飛天嗰件事，即係雖則可能都同跟住我講嘅事有啲關係。尖馬咧出無線新聞唔計八月八號晚利君雅同我哋做，你知唔知出過幾多次啊？三次啊，減一啦，兩次，差唔多啦。但係兩次咧。兩次嘅訪問嘅負責嗰位記者咧，一個做完嗰次訪問之後咧，就消失咗喺無線。我後屘揾啲傳媒界朋友問過咧，原來佢過唔到 probation， 係咪因為我哋唔知？第二個記者仲陰功，東張西望。唔係，東張西望唔講啦呢啲。第二個記者做完我哋嘅訪問採訪啊，都唔可以話訪問啊，因為駁完麥都冇出街，淨係報出嚟話我哋嗰日上咗去禮賓府，交咗13000多份反對意見書。你都好啦，我唯一一次幫 ATV 做完幫麥之後。俾人即買已經剪咗片做 ATV 焦點啦！你真係陰公啦！你話我唔識歷史啊！真係佢而家喺度話我哋入到個委員會咧，就等於國共和談一樣啦！我心諗唔好睇到我咁高啦！嗱，你知唔知第二個記者
個下場係點啊？點啊？你估啊？升職啊？升職就冇，升咗上北京，仲要跟住冇耐就有其他嘅傳媒報道佢俾國安打。呢、這個叫鄭思婷。我家姐是同學嚟嘅。啊？佢都係屯門噶嘛？我真係唔知喎呢家嘢。佢同佢係我師姐嚟嘅。唉，咁啊真係呢家嘢。冇啦，即係你可以睇到咧。我會回帶翻咧，如果你講 DBC， 我會回帶翻星期日晚大班講過，傳媒啲老細咧，即可以賤格到咁樣樣。前線嘅記者幾有心機都好咧，講真啦，真係做做下都冇乜心機，即呢啲搞到你嚇。無端端變咗國共和談都搞得到出嚟，你真係你點算啊你？即係你知即係點解我咁撐 DBC 就係因為即係其他台真係老化嘅，即係你睇商台睇即係我唔同嘅台都上過啦，即係無論係881又好903又好，定係港台一台二台又好，即係同一個。問題嘅就係老化得好大喎，即係嚟嚟去去啲風煙差唔多嘅，即係我嗰朝即係聽梁家榮同埋夜晚聽陳燕平差唔多嘅，除咗一把男聲一把女聲之外，即係就算你轉台啦，聽李慧玲又好，聽夜晚左右大局又好，差唔多嘅都係，即係佢一千篇一律啊嘛，咁我要即係老實講。大班比佢唔同就大班有佢個特色啊嘛，佢大班特色咪唔俾你講嘢，即係我起碼要呢啲啦，即係李慧玲都唔好俾你講嘢嘅咋，係啊，李慧玲除咗交波俾你之外，佢都係長期都係霸住支麥嘅，我上一個鐘咧講嘢可能淨得五分鐘嘅咋，真係陰公，已經係一傳媒嘅情況，唉，你話點算咁？冇得點啊！即係要靠民間力量。老實講，我唔係太相信，即係商營機構長期都係可以維持到嗰個言論自由。即係我諗長期都係靠民間力量。當然啦，當日民間力量有錢嗰陣，咁你咪投標整個台出嚟咯。即係我好相信一樣嘢、就是，就係即係堅持有改變噶嘛。即係你點樣堅持落去？例如 RTV 有一日可能。你可能 RTV 有一日做咗呢、這個即係免費電視台㗎，可能終有一日有機會㗎。呢個咧我就嚇呢、這個我幫你向我哋 RTV 嘅偉大的毛主席啊，我哋台長啊毛坤泰咧反即係傳達一下呢個希望啊。有錢嘅話咯，有錢嘅話咯。機房咪機搞到咁都冇錢啦、啊。就係陰乾佢啫嗱，好啦，咁啊講咗咁多。即係過去發生咗個事啦，咁啊又講咗咁多係啲公事，我諗如果作為嚇、啊、張秀賢嘅 fans 咧，應該都好想知而家你嘅最新狀況係點啫？最新狀況，我啱啱好升到嗰個專欄。停咗啦，因為我淨係寫五期啫，咁就停咗啦，升到個通識專欄。咁係啦，我而家冇咩撈嘅其實。你冇嘢撈，冇嘢撈，揾下皇上咯，佢大把嘢。佢有戲拍我冇啊嘛。你遲早噶啦。佢有戲拍啊，我連戲都冇，我連戲拍都冇，真係。咁我真係，大家如果有啲咩撈嘅話，記得揾我啊真係。即係我而家。少少就係淨係喺呢個幾個網站嗰度寫下文啦，得閒就可能喺蘋果明報寫下文咁啦。啊，係咯，即係我呃飯食啲都係呃飯食。你仲讀緊書㗎係嘛？我讀書都要錢㗎。咁啊係，而家喺邊度讀啊？而家中大政治 Year One。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 Year One。即係呢啲擺明居馬準備上裝嗰啲學系嚟㗎啦，係嘛？
想裝，又話中大學生會啊，我之前都問過我，跟住話咪你要知中大學生會唔係搞政治噶嘛？最近嗰單沙筆有關佢事，中大外判有關佢事，我搭親啲中大校巴有關佢事，啱啱起好幾棟咧學習樓咧，即係又要收翻啲咩報告啊，又要關中大學生會事。即係做中大學生會，某程度即係等於做中大區區議員咯。所以即係你要幫我諗一諗啊！我未有心理準備去處理咁大堆嘅地區工作。咁啊，即係情願係繼續俾心機讀書算啦，咩都唔好搞啦，做翻一個 typical 嘅香港人啊嘛！唔好講得咁死。即係有 N 年唔做 ，N 年唔上裝，可能 N 等於 N 等於一或者 N 等於二咧。點知啫，真係啊！咁 N 係一個未知數，可能係 infinity 咯。咁咧就拭目以待啦。嗱，咁啊講咗咁多，到而家咧，咁啊你又講咗話有啲咁樣嘅議題啦，係咪？依家咁啊，你又講咗你自己嗰啲啊，你又唔問翻我，我仲有咩揸緊裝喎啊？你條友問下你得唔得？得，冇問題。牛哥叫到，牛哥一定冇問題啊。嗱，其實咧過去社會運動咧，學聯就係尖兵嚟嘅。但係 DBC 好似唔見咗學聯喎，嗱，既然有個中大學生會嘅，我都問下你係唔係中大學生會啊？中大學生啊，中大學生你可以由中大學生會問學生會，由學生會去問學聯，喂，呢單嘢係咪唔關學生事？呢個大電波係咁俾人封殺，係咪唔關你哋事咧？學聯到今日都未表態，有大班就話。呢、這個搞乜機械都未表態啊！學聯係咪應該有一個使命感出動咧？你翻去諗諗嗱，我遮唔住麥啦。嗱，即係學聯咧，即係要知道學聯咧，其實即係我都唔想評論學聯嘅，因為我應該都唔會入學聯嘅。即係我喺學民，但係嗰個學民已經搞到死㗎啦，即係。好簡單咯，講學民嘅立場就一定係撐嘅，一定係撐廣播自由嘅，即係我哋覺得冇理由咁樣搞嘅，即係搞 DBC 啊，或者搞民間電台都好，即係我哋一路都係贊成嘅，即係言論自由同埋廣播自由，我哋一定要捍衞嘅，呢一個就係好簡單嘅學民思想立場。至於學聯咧，我諗都差唔多立場嘅，但係即係你要佢哋付出咧，就可能要俾多啲力啦。咁啊，呢個公民社會咧，最緊要就嚇共大，所以叫做公民參與啦，全民參與啦，係咪啊？你唔問我嘢嘅，一路係咁係我質你嘢，你專訪啊！喂，真係啊！送你個節目名啊嘛。O K， 咁你話要咩啊？爆足一週啊！爆咗先可以。喂嗱。嗱，你啊，即係有學民啦，跟住之前又環保觸覺，又嚇、DBC 啦，係咪？即係嗱，尖馬頭先啊，瞻前顧後我都講咗啦，咁啊，仲有尖馬又有手尾跟，第三跑道嗱，雖則就係阿 Michael 同埋幾個環保團體暫時主力，咁我都即係都要旁協助一下。咁啊，仲有新界東北，而家喺度玩緊文字遊戲同數字遊戲。但東呢一樣嘢，除咗新界東北，仲有一笪地方叫九龍東，即係周圍火頭。我又想聽一下，我呢個中坑又想聽一下你呢個後生，喂，點睇香港而家立立亂先？即係有一個問題咧，政府未答過。發展即係發展好勁啦！嗱，東北又要新界東北又要發展，九龍東又要起動啦，又要發展。嗱，第三條跑道又要發展，跟住就算話洪水橋又好啊，咩古洞北啊，即係仲有落馬洲啊附近啊河套區啊發展。喂，問你一個問題，為邊個發展先？即係為香港發展咯。個問題係嗱，高鐵算啦，高鐵過咗，高鐵但係起喺西九喎，起喺東北做乜啫？你發展東北做乜啫？真係老實講，咁咪要從一個城市規劃角度已經完全唔合格啦。係咪應該要教下劏房波玩 Sim City 咧？佢連大佬佢連 Sim City 都唔識玩，我諗佢玩 Sim City 咧應該都係。
一開頭咧搞到成個城市破產咧，跟住唔使玩落去嗰啲嚟啦。玩 Game Over 嗰啲。玩 Sim City 之前咧，咁就有個大會呼籲，咁就多謝有市民咧就送咗啲麵包西餅嚟。咁如果有需要嘅現場朋友咧，可以過到去我嘅右手邊，即你哋嘅左手邊咧，那個接待處嗰度咧可以係去享用嘅。好啦，翻翻嚟 Sim City。未發展都破產啊，係嘛？佢未發展啊，淨係起曬啲路啊，第時連地都起唔到，佢又拆翻啲路咧，起起下咪破產咯，咁咪？喂，咁呢啲叫 create the problem and then solve the problem 啊嘛，幾多嘢做個劏房波咁就？喂，劏房波即係我老實講落台啦，翻去飲啤酒咧，落咗台咧係唔使負呢個政治責任嘅，即係我覺得即係。既然一個發展局局長，即係呢個係三殺位嚟嘅，上屆林鄭咧就即係可能就呢個有呢、這個即係神秘友啦，即係有呢個姊妹，有姊妹出個節目啦，咁可能得閒食下飯會解決啲問題嘅。但係呢個陳茂波就係識自己食飯啫，即係自己飲啤酒又唔同人飲啤酒嘅。唔係啊，佢個仔同佢個仔條女喺度啊，但係。即係梁振英一開始上台嗰陣都話要同梁營嘅人飲啤酒啦，但陳茂波淨係識同自己仔女飲啤酒有冇用嘅？佢咁都得啊？咁好好温馨好甜蜜，阿妹妹喎、啊、又咁即係有啲人咧做官做上腦嘅，即係想做官做上腦嘅，即係葉劉咪一個人反咯，反國教。喂，新民黨最初撐學民思潮噶，新民黨最初係反國教科噶，但係而家轉態喎。即係老實講，最興咧，我從來都唔係興自由黨嘅，因為自由黨一直立場都好自由嘅。咁但係新民黨咧，即係呢一個黨咧，一開波咧喺國教科呢場爭議咧，未開波就先轉態。即係由反國教變撐國教科，即係老實講最無恥咧，我諗唔係民建聯啊，即係有啲人想做官做上到咪由得佢做咯，即係咁咪今屆咪抵佢死咯，由六萬幾票跌到三萬票，差啲連黃國興都多俾過佢，有乜所謂啫？自己要選到啫。咁佢選到，老實講，佢選到天冇眼咯，同啦。九西一樣咯，九西係懲罰選民嘅，港島區都係懲罰選民啫嘛。其實全香港都係城之外，其實全香港都係懲罰選民㗎啦，今屆真係我冇眼睇啊！咁大立法會真係，即係最有料嗰個做咗主席，即係最冇料嗰人咧落曬場踢波，即係你要嗰啲村佬，即係老實講梁志祥嗰啲。即係有乜所謂啫？夠錢的話，祠堂都可以拆啦。但係老實講，良心唔會賣啊嘛！即係嗰班人冇良心。良心值幾多錢啫？幾錢斤啊？梁振英個心咪可能值錢啲咯，良心。但係我哋呢班真係講良心。喂，講起梁志祥咧，我有樣嘢補充喎，就係、是、咧，話説咧，天水圍咧就有好多小販嘅，落到去咧，咁我男朋友喺天水圍啊嘛，咁佢帶我幫襯啲小販仔，咁嗰啲小販仔咧就令我重拾翻兒時嘅感覺喎。咁關關呢個梁志祥咩事咧？就係佢嗰啲小販咧，咁啊成日俾啲小販隊拉啦。之前就試過為咗逃避個小販隊，有個小販跳咗落河死咗啦。咁淋淋滲滲，咁咧啲小販隊咧就同嗰個梁志祥反映啊。哎呀，我哋好慘啊！乜乜乜乜乜乜，咁我梁志祥啊，拍曬心口，我民建聯一定同大家撐到底。咁好啦。有熟練喎呢句嘢。係啊，劉光華講過噶嘛，咁啊失出係啦 ，something like this 啊嚇。咁咧好啦，咁禮轉頭，我小反隊咧。全家富貴收告票牛肉乾幾百元的哇仲靚過美珍香那些咁咧佢哋啊發曬毛啦啊咩事咧邊個做告發佢哋咧原來就是呢條梁志祥呢條撲街跟住咧就佢咧佢原來咧就呢個頭話我幫拖跟咁嗰啲小販隊嗰啲小販咧就。總之就信曬佢啦，咩都同佢講啦。咁跟住咧，結果就佢就
打電話去食環署，喂，嗰啲小販就拉曬佢哋啊，影響地區衞生啊。民建聯就算罷啦，跟住咧，嗰啲咁嘅小販咧，又係唔爭氣，投翻俾邊個？投俾陳強喎，又係投俾啲建制派嘅，誒幫親建制派冇好下場嘅，真係呢啲啫。民建聯呢啲算罷啦，上個禮啱啱呢個禮拜立法會大會其中一項動議係咩啊 ，Tommy？ 咩？呢個禮拜我落班台先。呢個禮拜唔係呢個咩長津啊嘛，咩標準工時啊？上個禮拜喎，上個禮拜，即係呢啲啊，我哋呢啲咁嘅中坑咧，就係、是、啊腦退化呢啲，要靠呢啲後生。標準工時，民建聯投咩啊？反對棄權啊！工聯會咧，工聯會反對唔係棄權都係棄權啊嘛。即係有啲嘢咧，你發唔發覺我係就係、是、香港就係、是、即係。Dr. Dylan 嗰句 ，The city is dying。咁即係你睇翻新加坡啦，或者睇翻澳門啦，就係、是、澳門長期都覺得嗰班建制派仲衰過，即係仲衰過香港㗎。即係馮志強嗰啲咧，黐脷筋嗰啲咧，嗱擦鞋擦上腦嗰啲咧，即係。即係香港咧，有個咧就快贏，就快贏澳門個馮志強啦，就係蔣麗雲。期期開會咧，我一定有睇一個人嘅。嗱，本來咧我對鍾樹根有啲期望嘅，但係點知跑出，點知跑出個係蔣麗雲喎。我突然之間諗起啊，諗起咧，嗱今日啊潘小桃咧就有個專欄，就嚇。就攞咗咩咧？攞咗蔣麗雲個細妹蔣麗萍當廿幾年前一首經典歌曲嚟到去講，但咧小桃嘅專欄咧都冇寫歌詞，就寫咗歌名。但係好好笑，講緊前兩日咧，我喺網上咧就見到一位都幾熟絡嘅記者朋友咧，就將嗰首歌咧嘅歌詞咧就攞曬出嚟。我唔知道我唱唔唱到啊！你使我瘋瘋癲癲，一張臉朝晚難忘，然後每次見你，使我心震盪。始終不知不知你心意如何，跟住嗰句唔記得咗啦。即係話呢啲我呢啲中坑嘅啲腦退化到，即係你會睇到個局面好好笑啊！即係可以揾個細妹首歌嚟到咁樣樣，永遠都係咁樣啦。我就永遠攞劉光華嗰嘢嘴劉光華嘅啫。喂，嗱有一樣嘢咧，嗱我諗我同你嘅認識算係透過網上嘅平台啦，最初嚟講，咁我會突然之間會去諗一樣嘢，有冇發覺咧呢幾年咧香港社會嗰個生態變化，會上網同唔會上網嘅人咧，佢對好多社會議題嗰個理解咧？差唔多話走兩個極端，唔會上榜嘅都分咗兩批嘅極端嘅人嘅。識講嘢啊，係啊，即係五毛啦，五毛同埋非五毛咯。啊，係啊，即係上得多，即係如果你上得多香港討論區或者上得多 U Wars 嘅話，應該個世界咧係唔同嘅。啊，即係永遠都有個二次元空間喺度嘅。嗯，即係同埋呢個 Facebook 啊、高登啊，即係呢啲平台真係差好遠嘅，永遠都係。嗱，我又會回翻少少大先。我高鐵就喺2009年啦，嗰陣時你喺邊？高鐵2009年，我係低下層嘅社運分子，即係馬前卒咯，做馬前卒。2010年1月10日，你喺邊啊？我就温書喺屋企。呢啲有制。嗱，我企圖閃出嚟嘅。你有企圖閃出嚟嘅。嗱。高鐵，我想點解我會攞翻呢個例子呢？反高鐵嗰段期間，我唔計五毛，
咁可唔可以留意到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就係話會上網留意時事、留意新聞嘅人咧，佢對高鐵計劃咧嗰個問題，好似相對比較清晰，同埋會真係偏向站於反對高鐵計劃啦，係咪？唔會上網淨係睇東太平，睇呢個 CCTVB 嗰啲咧，就會一面倒好支持呢個高鐵啦，係咪？我諗嗰陣時應該都留意到啦。我諗嗰陣時嘅主流報章咧，其實真係得一份咧，或者兩份啦。份領啦，嗰度份領啦，係啦，係反高鐵嘅。嗯，即係除咗生果之外咧，即係唔係喎？工信第一報都係，工信第一報都贊成喎，一時時嘅佢。係咯，所以我諗即係睇網上世界啫。如果從政者不看高登不上 Facebook 的話，真的不可以做從政者。有一件事呢，我又要囂張一下，小孩我要囂張一下。反高鐵即是669億都叫過了，是不是當時記不記得鄭宇華很強調起了高鐵跟香港和珠三角的關係會是什麼？48分鐘一小時生活圈、啊、一小時生活圈。小弟呢做了一個實驗啫，我不知道你有冇睇狗啊？有啊 ，Facebook 都有睇啦。冇去啫喎，係啊，你又唔去？小明上廣州，今年個報道咧就喺1月8日出，其實我哋個行程就1月2日，我哋十幾人兵分四路上廣州。一條就去紅磡火車站搭直通車，一條就去紅磡火車站搭九鐵去到羅湖，再轉嗰個叫做和諧號啦。一條就直通巴士，一條就去揾辦用個最快嘅方法上到去深圳北龍華站搭高鐵。然之後去到我哋約咩約，其實嗰單嘢咧報紙冇寫到嘅，但係我哋個玩法好好笑，同大家分享一下。兵分四路，早到開位，遲到埋單。卒之咧，咁啊後屘諗過，唔係喎大件事喎，一家請三家破產嘅喎。咁咧就早到開位，仲要俾人請，就改咗做，咁啊變咗三家請一家。即係原本咧就呢、這個叫做出衝，就變咗咧就食自摸 ，OK 啊！即係好似我哋嗰個定嗰個玩法咧就係咁，卒之出嚟嘅結果，高鐵係最慢。然之後我哋根據翻政府公布曬出嚟，或者係前日有啲嘅學者做過啲實驗，回翻曬嘅時間出嚟嘅結果，高鐵。只是比直通巴士稍微快10多分鐘，問你死未？860多億換10多分鐘，正所謂時間最金錢啦。我嗱，我幫政府講嘢啦，時間最金錢，即係但係669億，大佬值10多分鐘啊！真係每人雖然每人十幾分鐘加埋咧就好多時間嘅，但係老實講，高鐵都廢咗啦。即係我不嬲都係覺得。高鐵起嚟做乜咧？669億，669億買到幾多嘢啊？669億，669億買到好多嘢，起一六十九億起碼係搞660幾次公投啦。喂，仲有你講緊，我實際啲啊，起一座40層嘅居屋都係140幾億啫嘛。係噶，都成4-5座噶咯喎。唔係個唔止啊，一棟唔使咁多億，唔使咁多億啊，一棟1億幾啫嘛。哇，600幾棟，600幾棟公屋，乜都唔使做啦。喂，咪住先喎，而家新加坡祖屋嗰個 block number 去到都係400幾喎。但係即係新加坡嗰啲屋夠大啊嘛。唔係咯，我意思係新加坡嘅祖屋嘅 block number 去到400幾，喂唔起高鐵咪可以？起公屋起多過新加坡，喂可以超英趕美添啊！直情真係，但係香港政府你知嘅啦，香港政府不嬲都脱節嘅，即係
成班人唔上高登又唔上 Facebook 嘅，即係搞個 Facebook page 咧，即、就、係、是、上屆政府好啲嘅，上屆政府起碼俾個 Facebook page 俾你鬧嘅，今屆政府咧即係封塵嘅嗰、那個 Facebook page 係都冇開俾你。梁振英個 official page 咧係封塵嘅，3月25日選完之後，跟住話嗱選完啦，我就唔會再用呢個 Facebook 啦。我心諗，大佬。即係你搞 Facebook， 即係搞茶敍咩？其實咧，誒點解會攞翻高鐵做例做呢個例子呢，我正經少少啊。咁咧，即係可以俾一個例子出嚟，俾大家去了解到一樣嘢。有冇發覺近呢幾年傳媒嗰個資訊傳遞嗰方面咧，其實係出現咗一個好嚴重嘅偏差。前晚呢度嘅集會幾萬人。我當保守少少，我當大班篤數，其實大班都講明佢話佢篤數，佢講明我當50,000人，再前晚大概係4,000-5,000人到。你無線可以寫100，你明報可以寫1,000，你東方可以就唔寫。但講緊走翻轉頭，網上。網絡平台 whatever 是 Facebook 啦，我諗香港比較多人用 Facebook 啦，係咪 ？Facebook 啦，你又開口埋口講個高登啦，甚至乎講緊係即係可能其他一啲example 嘅，即係我諗比較主要都係呢兩個啦，香港嘅。BK 咧 ，BK 已經 bad 冇咗啦，個視線台已經冇咗啦，已經。咁你發覺一樣嘢咧，就係話喺個事件嗰個信息出嚟嗰個角度咧，網上好唔同喎。網上梗係唔同啦，即係你望到 YouTube 嗰啲片，老實講，即係永遠啲片喺 YouTube hit 咗先，啲主流媒體先報噶嘛。即係如果即係更新 style 啊，係啊，啲蘋果啊、明報啊，肯上多啲 Facebook， 肯上多啲高登嘅喎，諗啲報法係完全唔同嘅喎。嗯，即係 DBC 呢單嘢係網上熱，但係現實冷淡嘅嘛。係啊，即係從基本上，即係呢幾年都出現咗咁嘅現象嘅。但係老實講，即係佢又衰嘅，即係政呢個政府又係，即係永遠啲嘢唔等到谷爆咧。即係因為佢唔想 Facebook 唔想高登，先會最尾係話最尾你哋班友最尾關頭先出嚟反對。老實講，一開波已經反對啦，仲使揾你啊？喂，其實會唔會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目前普遍市普羅大眾嚟講，都未有一個好習慣性係透過網上嚟到去留意時事資訊，會唔會就係、是、嗱？會唔會就係話講緊喺好多社會議題個傳遞個方面嚟講，形成咗一個障礙呢？我諗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話呢幾年解決個問題嘅話，老實講，有啲政黨其實老實講，即係最基本嗰、那個最即係最深刻嗰個，一定係新民主同埋一定係 Gary Bang 嘅，即係 Gallify 嘅。Gallify 嘅成功之處就係佢可以令到高登。即係可以出咗好多高登魔咒幫佢嚟作主啊嘛，即係切不切勿，係啊，即係所以即係未來如果個趨勢就係你淨係高登拉票都 OK 嘅咯，我覺得係高登網民即係加埋已經可以捧咗幾個議員入到個立法會啦，你淨係集中喺個高登嗰度，你即係。你可能有些政策，你是跟高登人的意見，或者你直情政綱入邊係納入呢個高登政綱做呢個政綱的話，即係一定是當選到的，特別是而家咁嘅政治生態，萬幾票都會有一席的話，即係攞高登網友的票數，仲容易過攞蛇齋餅中嗰啲票數啊！即係咧，我又用咗中坑的角度咧去睇，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其實政府有意無意洗緊腦個話題，成日政府啲宣傳廣告講網上係咩啊？好多陷阱啊！網上好多陷阱，好多騙案噶，騙財騙色乜都齊，會唔會係其實有意無意政府都係做緊一樣嘢，
去等人覺得喂唔好上咁多網啦。網上嘅騙案梗係多噶，政府主導噶嘛。最大嘅騙案咪係梁振英個 official page 咯。set 個 official page 出嚟呃人咧，以為有個梁振英喺度，點知原來接咗喎。最大的騙案梗係就係 Facebook 最大的騙案，一定係梁振英個 fans page 嘅。其實咧，或者係有好多人係會覺得，即係尤其是可能真係上咗年紀啊，年紀大少少，會覺得網上嘅嘢到底可唔可信咧？即係會我其實有好多人，我接觸過唔少嘅朋友咧，都會有呢個諗法。其實有冇嘅？你話高登 ，Tommy 講咗咁耐高登，高登其實有咩地方呢？高登除咗係深水埗個電腦商場之外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個網上討論區叫高登論壇啊嘛，係咪？我都唔記得正名，成日都係高登討論區。高登討論區，高登通常啲中坑嘅印象咧就話起底啦，網絡欺凌啦。古靈精怪冇嚟正經啦，啊咩玩教啊派教我唔曉喎，咁咪死咯！即係香港死嘅，因為呢班人有班人係長期唔想高登，就長期有個誤解喺度噶嘛。即係嗱，高登嘅現象，即係喺我哋嘅政治學嚟講咧，其實可以成一個國家嘅。即高登去搞高登獨立運動嘅，因為佢自己一套語言同埋佢自己有一套嘅文化，即係建國咧最重要咧就係一套文化同埋一個共同嘅文化同共同嘅語言。高登做到啦，即係高登可以高登搞高登獨立運動啦。係咁啊，咁啊諗諗佢啦。因為我又正經啲咁講，高登有一樣嘢咧，其實有機會可以真係可以去上下。高登有一樣嘢咧，可能。年紀大少少嘅朋友咧，你上到會覺得好正啊！點解呢班人會玩文言文啊？要有文化嘅人先有玩到文言文噶嘛？唔係高登好多好卧虎藏龍啊！高登係高登，即係你要睇翻，例如紅 van 啦。即係睇個網絡小説又話向西啦，向西出咩？向西村上春樹都係高登出嚟㗎。呢啲即係文化嚟㗎嘛，即係冇乜人可以做到，即係由一個虛擬小説可以做到，即係做到變咗一本實物㗎嘛。即係甚至乎咧，如果講緊 DBC 咧 ，DBC 其實今次吹雞咧得三個 channel， 第一個就 DBC 自己嘅台。第二個就是 Facebook， 第三個就是高登，幾萬人就是咁樣樣吹出嚟，即係呢一樣嘢，喂，你好似 有所研究啊嘛？即係一路以嚟，即係你叫我同啲社工做 sharing， 即係你同啲社工做 sharing， 佢哋唔識上高登噶嘛？你問佢哋，同佢哋講點樣了解進入到青少年世界？問我點樣進入到青少年世界？點樣進入到你哋世界啊？喂，上高登就得噶啦。其實咧，即係我同 Tommy 做咗一專訪 up 咗呢啲嘢咧，其實要係俾一個想俾，希望係俾大家一個嘅信息，就係話喺網絡嘅世界嚟講咧，其實唔係話一個咁即係政府所講咁邪惡嘅地方。相反地咧，其實就係要去訓練一個獨立嘅思維咧出嚟咧。嚟到去了解一件事，啱啱李有威喎出咗篇評論，重陽節要高登咯，重陽節。喂，讀嚟聽下，係即係我最尾咧，即係我讀一句啦，唔夠時間，一分鐘五分鐘都冇嘅。係啊，咁奉勸各位咧，特別係一班政治人，了解民情一定要由高登開始啦。咁啊，去到最後啦，多謝 Tommy 今日啊，俾我話我喺網上我講咗，我要嚴刑拷問，卒之都嚇，卒之俾我搞掂啦。最後嘅就係話一個，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呼籲，主流傳媒已經冇辦法再將香港社會嘅發生嘅事咧，再一個正確信息傳遞。網絡平台可能會係一個重新嘅開始，去認識香港發生嘅咩事。今日喺度咧。就多謝曬 Our TV， 多謝曬公民廣場，多謝曬牛一路守住個場，多謝曬 Tommy。好，唔使。咁啊，今
三人喺度，節目到呢度啦，多謝曬大家，拜拜。拜拜。